请听一段上帝的话，在出埃及记17:8-13，亚玛利人到黎非丁攻击以色列人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去挑选一些人，准备明天跟亚玛利人作战。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，手里拿着上帝吩咐我带的杖。”约书亚照摩西所吩咐的，出去跟亚玛利人打仗，而摩西、亚伦跟户珥到山顶观战。只要摩西举起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他手一放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摩西的手酸了，亚伦和户珥搬来一块石头，让他坐在上面，两人站在他旁边，扶着他的手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这样约书亚歼灭了亚玛利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当以色列人第一次作战的时候，你显出了神迹，让以色列人真正的佩服，真正的信仰，这是上帝在帮他们打仗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，完全是上帝。上帝帮助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真正打了胜仗。我们这样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圣经上记载的，这是以色列人的真正第一次的作战。当他们逃离埃及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打仗，是埃及人在后面追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力量。
可是这次的战役是亚玛利人在黎非丁这个地方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需要起来来作战。摩西就派约书亚，他说你挑选一些人出来，挑选的当然就是壮丁嘛，挑选出来的人要去跟亚玛利人作战。这是第一次的打仗多么的重要。摩西就说了，你出去打仗，我却是在山头上观战，我看你怎么打仗。他说你尽管勇敢地去打。然后摩西在山顶上，就是他就把上帝给他的杖举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大胜。当他把这个手放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大败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记载。这根杖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象征的意义。这象征意义就是说，当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上帝为他打仗的时候，是上帝自己在打仗。以色列人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候，才慢慢的开始能够认定他是一个独神教。所谓独神跟一神是有分别的。一神，我相信我的神，你可以相信你的神。独神呢，就是我只相信一个神，只有他是独一无二的上帝。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分别。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以色列人所信的不是独神，以色列人所信的是一神。很遗憾，可是在这次的经验中间，就让他们能够感觉到，虽然是一神，可是耶和华主的能力是远超过其他的神。在作战的中间呢，只要是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，换句话说，不只是在地面上在打仗，在天上也在打仗。亚玛利人很自然地依靠亚玛利人的神，可是以色列人却是依靠耶和华上帝。而每一次当摩西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就表示耶和华上帝在帮他打仗了，所以他们就打赢了。那么他这个手杖掉下来的时候，难道上帝就不灵了吗？不是，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作战不是靠着他自己。约书亚是在打仗，可是真正打的是上帝，是在这件事情中间要他们得到一个教训。这教训就是，关键所在不是在人，关键所在完全是在上帝。在这次作战的经验中间，让他们的了解，永远只要他们站在上帝那一边，一定是赢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够不想到，到底上帝是拉到我的那边呢，还是我进到上帝的那边？太多的人容易想到，只要上帝在我这边都是赢的。上帝在你这边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你能够有多少的把握说上帝一定要站在你这边呢？你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上帝的旨意中间？假如你是个肮脏的，是个污秽的人，难道上帝也站在你这边吗？
让我们不要更多的想到说上帝站在我这边，不可能的，让我站在上帝那边，我站在上帝那边才是对的，因为上帝是那边的完全，是公义的，是真理的，是公正的，他的一切都是良善的，让我站在上帝的一边。也正因为我知道我站在上帝的那一边，我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好的，因为我站在上帝那一边。摩西那个时候是为了生存而战争，因为一定在第一个战争的中间要让以色列完全看清楚啊，上帝是帮他们的忙的，因为他们是站在上帝那边，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，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奉行上帝的旨意，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上帝才能够帮他们的忙。摩西在山顶上观战，是不是因为在山顶上，所以离开上帝近呢？上帝到底离开我们多远？一个山头到底有近多少？可是古人都是那么想啊，假如我站得高一点的时候，我就跟上帝近一点。当他手杖举起来的时候就打胜，当他手杖垂下来的时候就打输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，就端一个石头让摩西就坐在那个石头上，他们两个人就扶着他的手背，不让他手背下来。我们感觉到这是很有趣的事情，要想到这是在3000年以前的一些信仰，这是他们还是在部落的时候，还没有成型，还没有成国家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经验是在这些中间培养他们有的单纯的纯正的一个信心，完全跟随上帝，让他们在种种的事情中间看到，只要是跟随上帝，你一定得胜。是在这件事情中间，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，说我所相信的上帝是旗帜，是旗。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旗所代表的就是主帅，是不是？常常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中间，那个主帅姓岳的，一个很大的一个岳字，姓关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关字，这是个象征，他们的主帅的名字就摆在那个旗帜上。他们在这次的战略中间，他们了解上主是旗帜，不是真的一面旗啊，上主就是我的旗帜。而在作战的时候，这个旗帜所象征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意义，是象征着指挥。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让上帝来指挥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这不只是作战的，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如此。能够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作战一样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打拼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要以耶和华做我们元帅的一个人生。元帅是多么好的一个名字，元帅所有的命令都要听，这个战役的本身的胜负啊，跟后头这个主帅是多么的有关系。假如我们真是让我们的上帝来做我主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
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很单纯的信仰。单纯的信仰就是让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跟随我这位主帅，让上帝掌握所有一切的人生，以后不再是我，只是主，我就跟随在他的后面，他来掌管我的人生。他好像一个旗帜，他就在前面冲，我们就跟随在他的后面。只要跟随主耶和华的，一定能够得胜。在亚玛力人这个战略的中间，我们看得多么的清楚。我们所清楚的就是说，是上帝自己在作战。那么我呢？我当然有我的地位，我要尽我的力量。我是个小兵，我不是将官。我们的主帅就是耶和华，我作为一个小兵，有任何的任务主帅要我做的时候，我就做。我只要完全听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大声。谁不愿意大声？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间是永远胜利？可是这里有个秘诀，怎么样能够得胜？只有耶和华来掌管我自己的人生，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得胜。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战役，四面八方都是像敌人一样的，四面八方就是包围着我们。我怎么能够在所有这些敌人的环境中间能够挣扎，能够独立的能够站起来呢？可以的，让主耶和华做我的主帅，我就自然而然就能够站立得住。整个的新约中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在一个魔鬼的权势底下，试探、引诱、痛苦都在我们的边上，我们人生就是这么样的悲惨。怎么样在这种悲惨的世界中间，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中间，我能够站立得稳？很简单，只要完全跟随我的主，让主来掌管我人生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谁不愿意永远胜利呢？我们都愿意，可是我们肯不肯守住这个秘密，这个诀窍？这个秘诀就是跟随我们的主，让他做主帅，永远高举我们的主在上面，就像摩西那个手啊，永远是抬高的。手有的时候会酸呐，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手要下来，可是能不能让一些信徒，让一些朋友永远拖住我的手，让我的手不放下来，永远让主做我的元帅，他在我的前面，我跟随他，他在我的后面推动我，他在我的边上陪伴着我，让我永远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十字架为谁而陷入到我身上？
向前行，十字架为记号，血路挡我成。阿们。我为诸位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你们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主赐福保佑你，愿主展开他的慈容照耀你，请听一段上帝的话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24-26节。摩西接受了耶特罗的建议，在以色列人中选拔能干的人，作为千人、百人、50人和10人的领袖，他们被指派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。遇有疑难的案件，他们请示摩西，小纠纷就自行处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看到这群以色列人本来是乌合之众，可是慢慢的却组织起来，从一些部落的生活要进到国家的生活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进步。可是
借着上帝的启示，借着上帝打发一些聪明人来建议，慢慢的以色列国就组织了起来。这是一群聪明的人，因为上帝特别赐福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们，若是乃是人，我们当效法他彼此相爱，我们当效法他彼此相爱。当摩西到埃及去拯救他同胞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交给他的岳父，换句话说，让他的太太待在娘家，而他自己呢，却是到埃及去跟亚伦把那些以色列人拯救出来。当摩西在这个阶段已经有了一个阶段，所以他的岳父就带着他的太太，也就是摩西的太太，他的女儿跟两个外孙就来看摩西了。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很有趣啊，一个叫格顺，一个叫伊利以谢。格顺的名字解释成我在此地是个流浪的人，是一个外国人。当他生格顺的时候，还没有真正的感觉到他已经是真的定居下来。可是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叫伊利以谢，伊利以谢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帮助者，他感觉到上帝已经帮助他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已经完全安定下来。实际上，当他生伊利以谢的时候，他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，他愿意定居下来了。可是，上帝不让他定居，上帝有更重要的责任交给他，说要把你的同胞拯救出来。可是，当摩西到了这个阶段，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女儿，也就是摩西的太太，跟两个孩子来到他的地方，
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能够夫妻团圆，能够看到他的儿子，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事情。所以他们两个就谈谈谈，把他所有过去的这些经验都在岳父面前报告，这是很得意的事情。人难得碰到他自己的家人，而这个岳父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愿意把所有一切的经验都告诉他的岳父叶特罗。叶特罗当然很高兴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婿，而女婿报告他一切情形啊，他都听了，他为他女婿高兴。他住下来，到了第二天，摩西不可能永远空着的，他空着的时间只有一天，就第一天。这第一天是他的太太刚来，孩子刚来，他跟岳父在一起的时候，所以有一个欢迎的盛会。宴会以后，摩西就开始工作了。第二天，叶特罗就观察摩西要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完全是他一个人来决定。他的帐篷的门口有一大堆人等着，而等着要摩西处理一些的问题。人跟人在一起，自然而然会有纠纷，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、有智慧的人来做审判官，而摩西就是这个审判官。那么多的事情怎么办？叶特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在边上观察，观察。他不是因为他的女婿太忙了，而是他感觉到摩西是在做的不可能的事情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那么许多的事情他一个人来管，管不了。在许多的事情中间一定会有错，从早忙到晚，这么样的做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啊。假如真的能够把事情做好倒也罢了，可是那么多的事情，他的头脑到底能够不能够那么清楚？叶特罗在边上看得很清楚，应该要分工，应该要分层负责。他觉得摩西不可能一个人的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抓在他手里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叶特罗是个很有智慧的人，说不定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摩西他是当局者，他感觉到这些事情一定要他自己来决定。可是叶特罗就看得很清楚，你到底能够不能够解决所有这些事情，你应该要去选一些能干的人，分担这个责任，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年是那么重要，现在也同样的这么重要。不可能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来管的。第一流的领袖是能够把所有的责任分给其他的人，而其他的人能够分成负责，他在上面只是监督而已，让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。他能够指派一些有智慧的人、能干的人，他要找到一些能干的人，让那些人去做事，他自己不做，可是把事情做成了，这是最好的。当然有一些人自己也不做，别人也不做，那就不得了了，事情根本就做不成。可是像摩西这样，他所有的事情他一个人做，到底对不对呢？好不好呢？恐怕很多人还埋怨呢，说我从早排队排到晚呢，还轮流不到我。而
我的这个纠纷的，始终你没有解决。叶特鲁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，他看清楚了，他告诉摩西说：“你一定要训练呐、啊，你一定要训练你的部下，你在部下中间要找能干的人出来，所以有的是管1000个人的。”有的是管100个人的，有的是管50个人的，有的是管10个人的。有的人的才干能够管1000个人，就让他管1000个人；有的人能够管100的，就让他管100；50的10个。而慢慢的，在这些训练中间，说不定那个管10个人的，以后可以管50个。50人的可以管100个，管100人的后来可以管1000个。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训练。我们从这件事情中间可以看到，这群人已经慢慢的从部落的生活，他最早就是部落嘛，所谓12个支派就是12个部落嘛，以他们的祖宗来分别，这是属于谁的，这是谁的子孙，这是谁的子孙。可是慢慢的要变成一个国家了，当一个国家来的时候，一定要选一些能干的人来分层负责，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好。今天我们无论是国家，无论是社会上的某一个组织，无论是教会，都要知道不可能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负责起来。而假如一个人负责，就表示他根本把事情做不好。有谁有那么大的智慧把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做好呢？一定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做，才能够把事情做好。一定要分层负责。我不知道你所负责的这个机构是不是你一个人独揽大局，还是你真的能够分工分得很好，能够找到一些人来训练他们，培养他们。人才是要去寻找的，也不见得寻找出来的人马上就有用了。最好的石头，最好的玉，也要雕刻的，才能够变成一块美玉。最好的人才，同样的也需要是去培养，才能够真正有好的人才出现。摩西的时候有他的哥哥亚伦，可是他还得栽培一个约书亚出来，让约书亚将来可以慢慢的负起这个责任来。摩西到底有没有培养很好的人才呢？我们看那12个探子进去侦查的回来的结果，我们就知道说不定摩西还没有真正的培养，摩西没有在每一个部落里面的训练一个好的人。说不定约书亚是不错的，加勒是不错的，可是其他那些人呢？没有远见，观察事情不清楚，糊涂，把真正的目标都模糊了。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才？是不是我们许多的人都把目标没有认清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模糊了，不能够看得很准的到底是怎么样？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上帝还没有把整个的法律来启示以色列人。到后来，到上帝的法律启示出来以后，他们只要熟悉这些法律，
把上帝所启示这一些他们来判断就可以了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上帝还没有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，那么是凭的什么？凭的直觉，凭着他自己的头脑来决定事情。会不会今天这件事情是这么审判，明天同一件事情就是换着另外一个标准来审判？会不会？会不会我们自己的私心就进去了？真的所谓法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假如是人治的话，人有一时的感情的冲动，我好的，我喜欢的，会不会快一点？我不喜欢的，我认为这个人是不好的，会不会我的偏见就有影响了呢？在这些事情中间，再再的看到人才的艰难。可是这个原则是不错的。叶特鲁他的岳父看到了这个原则，告诉了摩西。现在我们来看摩西啊，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意见？摩西也可能说：“岳父啊，你不明白哦，这些事情是非我莫属啊，一定要我来解决才能够解决得了。他们这些人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也可能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把自己看得重要。”一定感觉到我才能够解决事情，他们这些人不能干，是不是？这个本身能够接受人家的建议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能够接受别人建议吗？还是别人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马上就自己建造一个防御工事？我会感觉到说，你是不是小看了我了？我会不会感觉到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？有没有感觉到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感觉到我不能够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要别人来帮助我。那个接受人家忠告的人也要有大量。为诸位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你们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主赐福保佑愿主展开他的慈容照耀你，赐你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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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愿主像星亮的荣光照耀你，因将赐你恩惠赐给你，赐你恩待你。
请听一段上帝的话。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四节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正好在满三个月那一天到了西奈沙漠。他们先离开黎非丁，然后到西奈沙漠，在西奈山下扎营。摩西上山朝见上帝，上主从山上呼唤摩西，要他告诉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，我背着你们，就像母婴把小婴背在翅膀上，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上帝的这番话中间给我们这么美的图案，他是母婴带领着小婴，要让小婴成长，不久的将来小婴可以自己起飞，自己生活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也到一个时候我们可以成长成熟，能够自己生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Oh, my God.
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三个月，就到了西南旷野，很长的一段路。所谓荒野，就是很荒僻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出产。亏得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，有玛拿可以吃，上帝也给他们一杯水，不然的话，在这荒野里头怎么过活呢？结果他们在这个地方转啊转啊转啊，一共转了40年啊，好长的时候。转到一个程度，老的一代都过去了，新的一代起来。正是因为上帝感觉到这个老的一代是不适合进到应许之地的，让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上，让新的一代的人来继承，进到迦南应许之地，另外一群人来做应许之地的主人翁。可是在没有开始以前，上帝要准备他们，上帝要训练他们。上帝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那么好，上帝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到山上来见我。所以摩西就到山上去，单独在见上帝。上帝告诉他一个最美最美的图画，这个图画在以色列人的眼睛中间应该永远记得。当我们听了这句话以后，要永远记得最美的图画。上帝说，我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好像母鹰，一个老鹰呢，是母亲的鹰。他说，我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，你们是小鹰呢。可是到底什么时候那个小鹰可以飞呢？不知道。如果不让它飞的时候，它永远就不会飞。怎么样才能够让那个小鹰飞呢？这个图案美极了。上帝说，我把你们背在背上，它用翅膀飞飞飞飞飞到最高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就一放，这个小鹰啊，就不得不张开翅膀啊，出来就飞。在开始飞的时候，那个小鹰当然是翅膀没有力量，飞不高。它的翅膀没有力量，慢慢的就下去，慢慢的就下去，慢慢的下去。当那个小鹰呢，在最恐慌的时候，那个母鹰又下来，拖住那个小鹰，那个小鹰就站在母鹰的背上能够休息。那个母鹰在飞飞飞飞飞到最高的地方，那个时候小鹰已经休息过来了，再放，再让那个小鹰自己飞。这次飞比刚才飞得好一点呢，可是它的气力还不够，所以它的叶子、它的翅膀在打进空气的时候不够力量让它往上飞，还是慢慢的下沉，慢慢的下沉，比刚才好一点。可是刚好在这种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母鹰又下来了，又拖住它，又往上飞。就在这种过程中间呢，小鹰成长了，小鹰成熟了，小鹰的翅膀有气力了，过了不久它能够自己飞了。
多么美的图画。我们跟上主的关系，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就是希望上主说，我依靠你，我最好不要飞。不可以的，我们当然要飞，可是上主要训练我们，我们本来的翅膀没有气力，我们不会 solo， 不会我自己来飞，所以因为我力量不够，我软弱，所以我飞飞飞飞会掉下来。可是刚好要完全掉下来的时候，上帝就托住我，让我再往上去，再往上去。一次一次的经验，一次一次的老练，让那个小鹰软弱的，翅膀一点气力都没有的，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间长成了，它的翅膀有力了，有力了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它靠着自己能够飞起来，靠着自己飞起来的时候，能够不能够说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力量？不，那是母鹰带出来的，那是母鹰训练出来的。我觉得这个图案好美啊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在母鹰的带领底下到最高最高的地方？上帝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才是能够看得远，最高的地方才能够让我一个远景，一个愿景，给我们能够看得好远。可是我配吗？我不配。上帝给我看到的是那么多，可是我做不成，我没有气力，我的翅膀还没有长成，还没有力量。我看是看见了，可是我达不到，飞不远，我掉了下来。可是掉下来，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上帝进来了，上帝能够托住我，让我再飞得高，再飞得高，再看得远。这永远是一个长成的过程。不愿意这样顺服上帝的，我们就是看不见，我们就是不可能有这种经验。我们假如愿意在上帝的面前顺服的，我们就能够看得远，我们就能够有气力，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同样的两个人，同样的背景，为什么将来这两个人会不同呢？我告诉你，假如你愿意来跟随上帝的，让上帝来教导我，来培养我的，这个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小鹰。我们愿意甘心顺服在上帝的底下，说上帝啊，我本来是个无用的人，求你栽培，求你来雕塑，求你来让我成为一个你所重用的人，我把一切都交给你，求主你帮我飞得高，飞得高，飞得高，我不怕，因为有你跟我同在。我就算是在最高地方掉下来，我要努力，
我要尽量的把我的翅膀来飞。主啊，这是你带领的，我飞不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拖住我，让我再到高处，再努力。我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再求主帮助我，再努力。一次一次的，慢慢的从一个伸手变成一个老手，一个没有经验的变成有经验的。不要怕吃苦，在这个苦中要尽量的努力。不要怕我自己的翅膀没有气力要掉下来，掉下来是难免的，可是在掉下来的时候，我还要努力，尽量的把我所有的一切力气完全都用出来的时候，而真的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上帝会进来帮助我，又是另外一个阶段，又是另外一个阶段。人就是不断的成长，是怎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能够成长的人？怎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老练的人？怎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完成上帝使命的人？就是不顾一切交给上帝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是你的，求你帮助。你要我成为怎么样的人，你就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配合，我一切都交给你了。我既然是你的人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就算两个完全奉献的人，这两个人最后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，不一定是谁就比谁好，没有。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要这个人做这个，要这个人做那个。只要是上帝旨意要你做什么的，这个就是最好的。世界上人所说的标准都算不得什么，那是世界上的人。世界上的人有他一套标准，我们可以不计较，不论这些。最要紧的就是，上帝要你成为怎样的人。上帝告诉摩西说，我就是要训练你们以色列人像老鹰来训练小鹰一样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带领你，愿意不愿意接受我的？你愿意接受我的，那你就成为一个整个的不同的国家，在全世界你有着一个远大的宏大的责任在你的前面。以色列人没有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，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是要让以色列人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，他们没有，他们骄傲，他们自大，他们自以为了不起，他们没有完全顺服上帝。尽管是如此，这群以色列人还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呢。多少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都是在犹太人的中间。尽管如此，在很多的行上，他们都是第一名。很可惜，他们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真正做好了。最重要的事情是借着他们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。有时候
为诸位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你们同在，所求靠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愿主赐福保佑你，愿主展开他的慈容照耀你，赐你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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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愿主愿受降临请听一段上帝的话，那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跟第六节。如果你们服从我，守我的约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，全世界都属于我，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是神圣的国民，是侍奉我的祭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赛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全世界都属于你，可是你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你的选民，他们成为神圣的国民，他们也作为侍奉你的祭司。感谢主，现在你拣选了新以色列人，让我们都是你的选民，是神圣的国民，是侍奉你的祭司。我们将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Oh
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我们这本圣经就叫新旧约全书。在耶稣降生以前是旧约，耶稣降生以后是新约。也正因这个缘故，所以约是多么的重要。当时是讲约的时代，所谓约就是上帝跟他的子民互相约好了，说假如你遵守我的约，假如你听我的话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我的子民。从此以后就有很多很多的福气，同时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规定。从此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就在上帝的约的里面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年这个约是怎么定的。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全世界都属于我，可是你们却是我特别的子民。这些百姓不只是普通的人民而已啊，这些百姓上帝感觉到就是我的子民，像儿子一样的百姓。假如你服从我，听我的话，遵守今天我跟你定的约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我的选民。这是上帝的约的第一条，你是我的选民，是所有的人中间所特别拣选出来的，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别人好，他们不见得是道德方面非常的完美，不是你们比别人强，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很弱很小的国度。上帝拣选有他的使命，上帝告诉他说，我拣选你就是为了你要做我的百姓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要在你的身上让全世界能够得到福气。多么美的一个使命，多么重要的一个责任。可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整个的历史中间，我们看有没有实行这个使命呢？有没有辜负上帝对他们的拣选？每一个被拣选的人自己都应该谦卑地说，主啊，我不配，我不配你的拣选。我们不能够骄傲说，你看我多好，我多美，上帝拣选了我。每一个被拣选的人都感觉到我自己是很卑微的，我自己是很软弱的，正是因为上帝拣选了我，所以让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。这些以色列人本来也是很普通的，可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，他们就成为特别的一些人。后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历史上，以色列人真的丢弃了他们重要的责任，上帝拣选了他，他们辜负了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没有真正走上上帝选民的这条路。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，上帝拣选了另外一些人来做他的选民，可是在当年拣选的时候真是把这种责任交给他们的。上帝说，假如你遵守我的约的话，不止你们是我的选民，你是一群神圣的国民。神圣，多么美的一个名字。所谓神圣就是与众不同的，所谓神圣不是我感觉到就是我比你圣一点，
我比你好一点，不是，而是上帝特别把在许多许多的人群中间，把这些人就特别的选出来，说你这群人是特别的。我们愿意不愿意做特别的人？是不是在很多的人中间，我觉得我就是做个普通人就可以了？还是我愿意做个神圣的人？所谓神圣，就是我有神圣的使命。所谓神圣，就是我感觉到有上帝特别呼召我，特别拣选我，上帝要我成为一种特别的人。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成为特别的人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感觉到我就是普普通通就可以了。我也知道很多人，我情愿成为一个世俗的人，跟所有的人完全一样的人。假如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那么普通人当然是很好的。可是假如所谓普通人就是很低的，很下的，而神圣的人就是从这群很低很下的普通人中间特别拣选出来的人，那么你愿意不愿意成为神圣的人呢？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特别要把你拣选出来，你是一群我的选民，你们是一群神圣的国民。所谓神圣的国民，我再说，是有神圣的使命在你们的身上。然后第三，上帝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侍奉我的祭司。当我们想到祭司的时候，就好像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。所谓祭司，就是在圣殿里头献祭，或者是有种特别的一种责任在他们的身上。能够不能够全国皆祭司呢？可是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很明显地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群我拣选的人，你们这群神圣的国民，我要你们作为祭司。祭司，假如全国都是祭司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普通看到一个国家里面都是有少数的祭司，普通竟不过是一群普通的百姓而已。可是上帝就特别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全国都是侍奉我的祭司。假如全国都祭司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到底要去服侍谁呢？当然服侍上帝呀。可是当他们全国都是祭司的时候，就是要服侍全世界的人，让全世界的人都作为以色列人服侍的对象。多么美的一个使命！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，跟他们立约，说好了，只要你们服从我，只要你们听我的话的话，那么从今以后你就成为一种特别的人。我再说，在这个约的中间说，你们是我的选民，你们是一群神圣的国民，你们是要服侍全世界的祭司。多么美的一个使命！这样重要的责任交给以色列人，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接受这个使命，也是真正能够做得好。他们接受这个使命以后，他们就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把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完全要实行出来。不是骄傲地说，你看我比人家都强，我比人家都好，上帝就是特别拣选我。而每一个拣选的人都要自己感觉到，我是不够的，亏得上帝的恩惠在我的身上，实际上我不配。正是因为随时感觉到我不配，随时都能够进步。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的历史上有没有把上帝给他们的使命行出来。首先他们感觉到骄傲，首先感觉到这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宰既然跟我同在，那么我一定是最好的人，
我一定是最美的，我一定是最完全的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们就不会有进步了。他们感觉到上帝在我的这一边，我还有什么求的呢？我已经做够了。没有知道，我们不能够那么想，我们不能够说上帝在我的一边，我们永远想我怎么样在上帝的一边，这有着很大的分别。每一个人都要把上帝抓到我的这边来，认为假如上帝在我的这一边，那么我所做的事情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很通。对，如果上帝跟你同在的话，你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。可是你到底配不配？你配不配把上帝永远拉在你的一边？到底是上帝在你的一边呢，还是你在上帝的一边？当然了，我们可以说上帝跟我，我跟上帝都是在同一边。可是你是谁？你只不过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那你到底有没有完全实现上帝的旨意？上帝所拣选你的，他的目标，他的使命，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完全行出来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你完全照着上帝的旨意在走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上帝在我的一边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从来不能说上帝在我的一边呢。我让我们来说，我是在上帝的一边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随时可以考虑说，那么上帝所要我的到底是什么？上帝把我当作选民，上帝把我当作神圣的国民，上帝要我做侍奉他的祭司，到底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才能够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？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这个责任呢，完全能够行出来？假如我们时常这样检讨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百姓，我们也能够越来越神圣，我们能够真正做上帝的祭司。可惜的，以色列的百姓在整个的历史上看，他们没有实行这种使命，也放弃了这种责任。也就为这个缘故，上帝就不断地差遣一些先知，上帝的仆人来提醒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我的选民啊，你们应该做神圣的国民啊，你们应该做全世界的祭司。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做，所以上帝就不断地差人。所谓先知，就是代表着上帝来对他们讲话的人，来提醒他们。很可惜的，他们因为太骄傲的缘故，他们一个一个都拒绝了，甚至最后上帝要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，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要来完成他最后的目标，来提醒他们说，你们没有把选民的责任做得好，你们没有真正作为神圣的国民，你们也没有真正作为全世界的祭司。整个的约，我们叫做旧约的，因为他们不能够实现。也注意这个缘故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从今以后要跟你们立个新约，因为你们那个旧的约没有遵守，从今以后要立新约了。现在我们是在新约里面的人，我要问的，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人，有没有真正作为上帝的选选的选民？我们是不是真正是成为神圣的国民呢？我们真的有没有把全世界的责任都在我的身上，让我做祭司，来为全世界的人祷告，来关心全世界的人？假如没有的话，说不定有一天上帝会对我们说，你们真像旧约里面的人一样，他们没有实行我跟他们的约，现在我跟你们定了新约，到底
你们有没有完成呢？假如你们做不到的话，有一天上帝的同样会对我们说，我不要你，我白白的拣选了你，你没有作为神圣的国民，你也没有真正的做全世界的祭司，你们放弃了我所给你们的使命跟责任。为诸位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你们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主赐福保佑你，愿主展开他